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空调该怎么选呢？挂式空调使用比较广泛，卧室客厅均可以使用，可以根据室内面积大小来选择合适的功率空调。客厅面积小的建议选购，制冷效果舒适，而且清洁保养不用太费事。柜式空调是分体式空调的一种，一般常使用于家庭和小型办公室。柜式空调拥有功率大、风力强等优势，当然价格上也高出一部分。如果家里客厅偏大，建议选择柜式空调比较好，从而保证制冷效果。如果每天使用空调的时间很短，可以选择更便宜的定频空调。但如果每天需要空调长时间运行，还是建议选择更舒适节能的变频空调，因为变频空调对比定频空调相对来说更省电一些。您知道了吗？